凡哥，自打你走后，这学校我就再也没有来过了。就算是路过，我都是低着头，怕呀，怕勾起以前的事情。 就先说说妈吧。自从你走后，不管我到哪儿，妈都叫娃们跟着我，说是怕我孤单，其实是怕别人亲近我，怕我把这个家扔下。 不过，这一个女人守着一个老人，带着一群娃，难呐。好在家方学习一直很好，每次考试都是100分。家运也是三好学生，就这家荣。 逃就逃吧，一想起这娃，出生就没见过你。我这心里就疼啊！长安哥，我现在是明白妈说的那些话了。过日子就是熬，把娃们熬大了，熬出息了，把苦日子熬过去了，就都好。 太难熬了。
太难熬了。凡哥，如果我有一天真的熬不住了，我往前走一步，你可不能怪我呀。心比马还乱呢，不说了。不说哎，哎，行了，就送到这儿吧，啊，回去吧。啊，那走吧。收药的季节，再来。好，走吧。哎，孩子们不懂事儿，也别怪他们啊。这孩子们好着呢，都懂事儿。真的别怪他们。刚开始，他们胡闹的时候，我就是觉得他们容不下你。后来我才知道，是我的心里容不下别人。这我知道，我知道。这天快黑了，快走吧。哎，路上当心啊。这条路我熟，这有些路是用脚走出来的，有些路呢是用心走出来的。
走吧，你赶紧回吧，那孩子们都等着你回家呢。 老师，佳慧，老师，哎呀，佳慧，哎呀，你怎么才来呀？哎呀，今天收拾的咋这么好看的啊？哎呀，这么红花好漂亮呀！嗯，好的很，红红的。哎呀，好，一会儿好好练功啊，跟大家一起练功啊。嗯，真乖，终于来了。 出来了，你看，今天的天儿真好呀！啊，好，暖和和的。啊，妈，要不你在外头晒会儿太阳？哎，啊，你等着，我给你拿凳子去啊！哎，妈，你坐。 世红呀，哎，你给我梳梳头吧。哎，妈，哎，你头发真好。世红，哎。 你看这柿子啊，长得又大又红的，你去给我摘一个吧。行。
你看红的好看的。嗯，今年柿子大。你知道这棵柿子树的故事吗？这棵树还有故事呢。我不知道啊。妈，你给我讲讲。哎，来，妈，这棵树呀，死过一回。那年，你爸他正病着，这棵树跟你也快不行了，树叶低的，一颗柿子没结。你爸走后那几年，这树没开过花，也没结过柿子。那年冬天，咱家没柴烧了，我就想着把它砍了当柴烧吧。我拿了柴刀要去砍它，走近一看，这树它又发芽了，好兆头，好兆头。就在那一三长安当上了老师了，打那以后呀，这棵树是年年开花，年年结果，结出来的柿子呀是又大又红。天哪，扎心。现在的柿子不能吃，得霜降以后。怕是等不到那一天了。妈。
走了啊。哎，路上慢点。刘二叔，你又开着这大豪车回来了，啥时候我能像你一样这么威风？刘二叔，你劝劝我妈，让她支持支持我呗。支持你啥嘛？支持我练武呀，去少林寺。你看我们家，我哥学习好那是文采，我武功好那是武将，文武双全多好呀。哎呀，嘉荣啊，这练武之人啊，都讲究品性，是不？都杀富济贫啥的，你说你这……哎，叔，我上次根本就没有打小宝，我就是拿他们那几个大的练练我武功有没有长进，欺负碎我还没意思。行，那叔再问你，你现在也大了，干啥事儿都有个目的，你说你这练武，目的在哪？我就是想练成一身好武艺，谁要是再敢欺负我们家，我就保护我妈，替我妈出头，到时候学成一身本事，行走江湖呀。好着呢，不过这全国人民啊，都像你一样习武呀，那都成江湖了，不乱套了吗？嘉荣，嘉荣，哎呦，你给我站住！回来学习。哎，你给我站住！你管他干啥？咱不管他，整天打打杀杀，不知道学习。石红，我告诉你，娃要喜欢点啥，你让他干，没准能干出名堂来呢。还名堂呢？他懂个啥呀？行，我走了。哎，这咋又走了？不是刚回来吗？哎呀，城里有点事儿，我得回一趟。哎呀，你得拿出多一点的时间陪小宝吧，还小嘛。是，我也想啊，有事儿怎么办啊？好好的。别光顾着挣钱啊！哦，常回来看看啊。知道了，走了啊。给咱做点好吃的了，走，快点骑，谁最后到家谁洗碗。不是吗？昨天呀，老王家的二小子又被他打了，又被打了啊！什么鬼子进村啊？比鬼子还可怕！成天不是打狗就是撵鸡的，昨天把我们家小宝给打了。我告诉你，他再敢打我们家小宝一次，我就让我们家爷收拾他。小子，见了爷也不说磕个头，小心我打得你满地找牙。就你那三脚猫的功夫，不出三招，我让你跪地求饶；出了三招，我叫你一声前辈。来，都给我出来！出来呀！怕了吧？笑。我王某人行走江湖这么多年，从来就没怕过任何人。虽说阁下在江湖上也是有些名号，不过在我王某人眼里，就是无名小卒而已。我上，且慢。此地非较量之地，请阁下随我到练功场比划比划。请吧。这娃咋还不回来？长春，
你饿了，你先吃啊。哎呀，嫂子，先给你盛。没事没事，嫂子，等一下，孩子们，等一下，不急不急。哎呀，等啥呢？等等等等，等等吧，不着急。咱坐会儿。等等吧，不着急。婵泉，我听说那羊要让你圈养，说把地都踢腾坏了。啊，也是。嫂子呀，我知道了，你不操心。啊，你也别说，这两天啊，我还真是有点犯愁。嫂子，你愁啥？哼，你看啊，咱们村儿有些人过得好一点的，人家盖了新房子，有的在马路边都盖了两层楼了。再不行一点的，那红砖房也贴上瓷砖了。咱家这房早都该翻新了。可是我又一想，这家运跟家旺，这不今年要考大学吗？咱还不得给娃攒点钱呀？嫂子，你是愁这个呀？哎，别愁了，我跟你说，实在不行的时候，我把羊都卖了。哎呀，你咋能卖羊呢？你卖了羊，就把他的财路给断了。你想啊，那平时你挤点羊奶还能卖，那有时候还能卖个羊羔子。你要把羊都卖了，咱连个现钱都捞不上了。也是啊。行了，不管咋说，咱就是砸锅卖铁，也得让俩娃上上大学吧。那是。实在不行，我还可以出去打工吗？哎呀，嫂子。妈。妈呀！妈，回来了！哎呀，正跟你叔说你们呢，快进快进，来来来，妈，哎，回来了，饿了吧？啊，饿死了，饿死了，还不赶紧回来？快洗手，洗手吃饭啊！看看你妈给你们做什么好吃的啊！快把手洗干净，快来吃饭啊！还等啥呀？给我揍他！揍他！揍！给我揍他呀！打死他！给我往死里揍他！饶命！饶命！大娘，哎哎呀，佳慧回来了，我们大明星回来了，来来来，爸，拉的什么呀？这这拉的啥呀？大包小包，你看看，你快看看，拉啥呀？大包小包的。哎呦，麦乳精。这是啥？还有。上回你拿回来的好吃的，咱解解馋就行了。你咋又拿这些东西啊？他妈，这都是团里发的，我又吃不了，我就拿回来呗。你咋吃不了？你先练功呢，身体最重要，你得补，知道吗？知道了，大妈。哎，嫂子，娃给你带回来的，你就多吃点嘛。应该的，应该的。这是吗？爸，给你爸。哎，这么多呢吗？大妈，没事，以后不敢拿了啊。哎，哥姐，你们也回来了。哎呀，这手还没洗完呀，快点！完了，洗完了。哎，家旺，你这吃饭还背个包，还要去学校呀？啊！这读书读傻了，快吃饭！来来来，饿死了，饿死了。嗯嗯，早点回来。佳蓉，哎呀，不管他。哈哈，哎，要要要要，小心吃饭呢。黄土，黄土，哎。回来了！哎，给我过来！你哥你姐都回来了，你连个招呼都不打。忙着呢。你忙啥呢？你给我出来！哎呀，妈，你别气了，佳蓉还小。小啥小啊？你爸这么大的时候都到学校教书了，你不相信你问你叔是吧？哎呀，房塌了啊！房塌了，你折腾啥呢你？出来！妈，你快回来吃饭吧。你说那不是都是你惯的吗？嗯，你把他那些东西都没收，他还折腾啥呀？快回来吃饭。哎呀，没办法，没办法啊，养不了了。妈，你别生气。快坐这儿啊！吃饭。佳慧，哎，你把你新学的戏呀，给你大妈唱一段，你大妈就不生气了。哎呀，娃还饿着肚子没吃饭，唱啥呀？等一会儿唱啊。哎，现在唱。行，大妈，正好啊，我新学一段戏。我唱给你们听一段，你听听我唱的咋样，好不好？行，好嘞。准备好了吗？啊。嗯
起。慢慢悠悠，哒哒哒哒茶，无聊无休，哒哒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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贼，今天我娘又去听经，我不免洗学阵子，等候我娘。好。好啊，姐呀，你这功夫太厉害了，你可得教教我。快吃，快吃，厉害吧？你学你也成，走，跟我到仙剧团学戏去。我不去，我要去少林寺学拳。去你的吧！再说少林寺。吃吧，哎，我问你，再跟我说是少林寺。吃吧，吃吧。加油，吃吧，上去，上去。来，吃吧。吃啥吃？拿给你爸。是，应该是。那我拿这个了啊。嗯。嘿，整天没个正形儿。哎呀，王守业，你带我们去找世红去。你看，你看，把孩子打成啥了？就是。你看看你们这是干啥嘛？这不就是娃们打个架吗？娃们摔摔打打，他就皮实了。你们这老人，你说你管这干啥呀？你们这几个娃也是。那明知道那家荣不好惹，你们还偏要去惹家荣，老人就不要管娃们的事了嘛，对不对？你说你们带着娃去找世红，就世红那脾气，那世红肯定要收拾家荣一顿嘛。这家荣挨收拾了以后，那还得揍你们这几个娃一顿，那何必嘛？哎呀，那你说我这孙子也不能白挨打呀。就是，你看你当过治保主任的人，我们来找你，想给你找你给出个头，解决个问题。你看你这是干啥嘛？你这是谁？你看你这说的是啥嘛？那娃们的事儿那都是小事，今天打个架，明天人就和好了嘛，对不对？你找人世红干啥嘛？这事儿我不能去，我不去啊。那我们找大翠去，大翠家小宝不也被打了吗？找大翠，你快找世红去。你这是干啥嘛？你看看你们，咱找世红去。一个娃打架，这是干啥嘛？能管个啥？啥也管不了。你看看你们。哎呀！哎呀，世红，你看你们家家荣把我孙子打成啥样了？你看这把娃子都打的，你看我孙子也打成啥样？你们几个翠娃，这江湖上打架输了，咋还好意思领着家荣找上门呢？你们算啥英雄好汉？闭嘴！家荣啊，你小时候没有爸，家里穷，谁家的饭你没吃过呀？你说你长大了。咱还净欺负他们呢！一人做事一人当，阁下想要个啥说法？咱比武见高低。闭嘴！比什么武啊？比什么武？嫂子，别打了。把你能的比武的，是我有多大能耐？你看看，这都是你教育出来的好儿子，打了人还有理都不行。都是我不好，我把娃没有教育好，我替娃给大伙赔不是了啊，赔不是了。妈，那是江湖上的事，你别管。就你能。哎，你看吧，不就是小孩打个架吗？这咋还都撵到屋里来了呢？我看这也没多大事儿，要不然先回吧。这把娃都打伤了，啥叫撵到家里来？就是啊，是小事，是大事啊。他大人不对啊！不瞒你们说，我这也头疼着呢。你说说，我们家长安是个多好的人呢？你说我们俩生出来这娃咋是个这货嘛？你说他随了谁了呀？吃糖吃糖啊，吃糖！来，娃们家吃糖啊！可不是了啊，可别不是了啊！吃个糖，吃个糖啊！不疼不疼啊，不疼，咱不疼啊！来，说这句怎么来？世红啊，哎，你得好好管管家荣。哎哎哎，我们这些孩子都不会武术啊，那哪经得起他打呀？就
就是啊，嫂子，这么小的孩子他就打，长大之后还得了啊？是啊，世红，你说你是这么好个人，怎么这孩子这么淘气呀？哎呀，一会儿好好管管，别跟他计较，别跟他计较啊！那行那行，我们走了啊！行行行啊，没事来坐啊，没事来坐，管管他，管管管，长大了管管，哎，嫂子好好管。拿着，给娃拿着，来，再装点糖，来，拿着。妈，这帮人也太不江湖了。爸，吃饭了。你们先吃吧，我不吃了。爸，吃饭了。哎，我先不吃了，你们吃吧。你咋了，爸？没咋，我这个腿怎么那么了胀得慌？我看看。呀，咋都肿了呢？哎呀，别一惊一乍，咋肿了？你看你这腿，妈，你快过来，你看爸咋了？哎，来了。妈，你看爸腿。老头子，你咋肿成这样了？没事儿，没事儿。爸，你昨晚上吃啥了？我吃啥呀？我从昨天到现在，我一趟厕所还都没去呢。我吃啥呀？吃。咱去医院吧，好不好？走，爸。去什么医院啊？你们去给我弄碗萝卜汤，我喝两口，顺顺气儿就好了。要不咱先吃饭，吃完饭上医院去吧。哎呀，我说不去就不去了，你们就给我弄点萝卜汤，我喝两口就好了。好，我去做。你这哪难受啊？没事儿，没事儿，你快去给我弄汤去。妈，哎，妈回来了，大妈你回来了，你看你折腾半天连饭也没吃，我给你热热热，赶紧把饭吃了啊。家中咋样了？哎，练功呢，在下边打沙袋呢。他每天都是方丈有何吩咐，让小徒去办。愁死了。哎，你说这一个妈生的娃，差异咋就这么大呢？啊，你学习那么好，可他呢，不是练武就是打架，一天书也不看呢。哎呀，男娃长大就好了。他都一墙高了。哎。最近你们俩学习咋样啊？什么情况？我回屋看书去了。我。哎，你呢？我跟我哥一块儿回屋看书去。哥，妈以为你学习咋样，你咋就跑屋里来了呢？那你咋也跑屋里来了呢？我啊，妈老问我报啥专业，我烦得慌。就算你现在不说，他早晚不也得知道吗？能拖一天是一天呗。那你为啥不敢跟妈说呀？没啥，我就是想看会书。切，谁信？真的。那你看，你书都拿到了。我说吧，你根本就没心思看书，你还装。你看看这俩娃，多爱学习呀！大妈，那我们小时候不也没少让你操心吗？那不一样。